第七题，小于将同一物体分别从甲乙两光滑斜面的底端，由斜面底伸至斜面顶端，如图所示，则重力对该物体做功的大小关系为何？我们知道做功的公式是 W 等于 F 乘以 S， 而这两个要互相的平行。我们是对同一个物体做功，它所受的重力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的力量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的位移呢，是要跟我们的重力平行，也就是它的垂直的高度，垂直高度呢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的做功就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所受的重力是向下，我们的位移是向上，所以两个互相相反，所以我们做的是副功。因此我们第七题说，则重力对该物体做功的大小关系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甲等于乙，小于零。